哎，大家都不要唱啊，还想唱啊，来不及了，等，哇，太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各位观众，又回来到我们这个一个礼拜一次的模拟市民。OK， 那我已经呢又有补了两个资料片哦，一个就是这个生儿育女的资料片，然后还有一个是18 day 的资料片。在我们小孩子呢一切长大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让我们的那个爸爸跟妈妈，好吧，去做个 SPA。OK OK， 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水疗中心哦。你要将这个放到这个地段吗？好不好？哎，不然我们来放一下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家前面好。坑六，等，多一间呐、啊，太爽啦 ！OK， 盖好了，哇哇哇哇哇，待会就可以去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先回我们家吧。回来之后，我们的心情都变好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准备先来把这个生日 party 给办一办啊。所以卡瑞，爸爸好像有点 angry 的感觉。面面饿了，面面饿了，三个人，三个小孩都一起长大，非常棒。克隆，我们要约谁？木子树，这一定要的，木子树要两个，那还有一个是这个好了。然后要选择去哪里呢？我觉得就在我们家吧，比较方便啊，因为该有的都有。OK， 举办成功秘诀，调琴师要有酒吧，艺人需要有钢琴，生日祝贺需要有蛋糕，给他放后面好了。然后反正这个之后我们会把它卖掉。然后钢琴的部分哦，我们也先卖。为了这个庆生 party 啊，就当作是用租啊，残的不够，那我们把这个卖掉好了，狗狗这个卖掉好了，这160，这样刚好可以买一台电子琴了。管家是我们之前那个啊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先让爸爸来做一个蛋糕，好不好？先让爸爸来做一个，大家好像都非常开心。你看盛装出席，妈妈穿成这样子，超赞。我觉得这个也该换一换了啊、哦，这个其实有点丑。好，那我们做草莓好了，好吧，做一个草莓蛋糕，三个人一起吃，三个人一起吃。妈妈画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顺便哦，哎，都来了，管家来了，暧昧对啊，暧昧对象，对对对，来了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先让这边的人完成这些动作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因为哦有多了那个生儿育女的部分哦，所以他有一些动作可能跟我之前玩的是不太一样的。但是反正没关系，那个已经算是过去的部分了。那玩游戏我也先让他们都玩一下好了。原来草莓蛋糕做好了，我们先这个插上生日蜡烛了。各位来了，我们准备叫他们吹蜡烛了。来，先让最大的来吹，江慧来吹，看我们大姐长大，大姐长大。结果我请这些人来好像也没什么用哦。哦，电子琴可以听音乐哦，那我们把它移进来一下，听音乐，雇用钢琴师，好吧，叫妈妈来雇用。哎，要吹了，要吹了，成功了。噔，哇哦，大爷睡了，大爷睡了，哇哦。OK， 那因为他是唱歌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说过，就是我们会让这个去当歌手，因为他比较有那个部分哦的能力，非凡画家，音乐天才，良好好了，好不好？变青少年了，哦，差好多哦，差好多、哦。接下来换我们的江淑娜，我们的淑娜来吹蛋，吹蜡烛，吹蛋糕。淑娜准备吹了，淑娜准备吹了。一个蛋糕三个人用 ，Go， 加油啊，苏娜，呼，准备了，呼呼，哇，那我们让这个苏娜呢去当兽医师，好不好？兽医师哦，动物之友，爱猫人，爱狗人，哇，糟糕，这个整两个，可是我比较爱狗哎，怎么办？我也不是不爱猫，我是比较爱狗，好爱狗，等，哦哟，苏娜怎么比较胖？苏娜头发还分两边呢。淑娜看起来有点叛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然后我们让这个那个斯文斌哦去当警察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之后就会一次玩一边的家庭，等到他们真的长大结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爸爸再来擦一次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擦蜡烛了，爸爸，爸爸不要又混什么，会剩下我们的小弟弟了，让他再瘦一点就可以。哎，真的差蛮多的呢，江慧好瘦啊，江淑娜好胖。哎，这我讲的不是那两个哦。好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会不会变大帅哥呢？哎，哦，文斌，哦，文斌是帅哥哦。警察的话，我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。超级父母好了，好吧，超级父母，天才好了，办案可能需要聪明一点点，好吧？噔噔，哇塞，这么胖啊！怎么这么胖啊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好啦，叫大家吃吧，先让大家吃一吃，然后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来请个琴师好了，好吧？雇个琴师，这样才可以听音乐啊。已经请来了，然后我们先让妈妈哦，来这个帮他们哦做一下宠物的部分。咪咪好像快要嗝屁了，麦当劳吃太多。等一下我让他全部都下去游泳，好吧？全部下去游泳，有浪漫的部分嘛，所以暂时还不会，好不好？
我们先赶快把这个度过之后，爸爸就赶快打造火箭，然后之后看可不可以三个人都嫁给外星。那怎么我们的琴师还没来啊？琴师不是说快要来了，妈妈还在打扫。你看 ，Summer 就是这么棒，是不是？可以改服装，待会再改，待会再改。其实文斌胖归胖啊，但是他瘦下来应该是蛮帅。OK， 哎、欸、啊，铜牌啦，来不及了，哇，少了一些些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再卖掉，因为本来想说会用到的，但是好像发现是我们暂时是用不到，家里还是需要有一些改变哦，不然这样我觉得有点太小了。然后椅子的话我们要买哦，瞬间少了很多钱，很多钱。OK， 好啦，其他人可以走啦，滚滚滚滚滚。好，现在呢？现在是几点？九点多，来个夜泳好了，好吧，我们把全部的人都叫过来 ，Come on， 来一起游泳，来来来来来，咚！哇，真的有点胖啊，咚！哇，哎，江蕙好像比较男性的感觉呢，吼，他的穿着啊都是比较男性一点点，哇，妈妈最好看了，好吧，买个 KTV， 游起来，游起来。面面起来吃了，果然是好吃鬼，好吧，肚子饿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是要吃东西而已。哎，铃木直树说什么？要想要先去狼区，要去卡拉 OK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既然小孩都长大了，我们应该不太需要再做什么事情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带一些朋友一起去好了，刚好一起去庆生，然后刚好我们今天寿星都一起去江蕙来唱给大家听。好了 ，Let's go， 包厢了，包厢了，包厢了。先让江蕙来献唱一首啊，不过江蕙好像想尿尿哎。先让他去厕所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这个。哦，大家都排麦呢哦。江蕙要先唱了，江蕙。结果来这边我们不能唱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边唱一首歌，我们先加速一下了。啊，结果是斯文斌要先唱了。哎呦，不错呢啊。不愧是歌星。江蕙想回家了。哎，没人唱了，没人唱了，快快快。哎，蛮好听的，有休息的，等一下会十分钟的休息，算了啦，给他转变看看啦，好不好？大家都不要唱，那边抢麦抢麦，看看转变会不会变什么，会不会变得更高级的卡拉 OK？ 哎，大家都不要唱，啊，还想唱啊？来不及了，等哇，太好了，我们回家吧 ，Let's go， 先让他们回家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水疗中心看看，好不好？一捆，因为先没被烤。困哦，全部拢做忝诶，爸爸嘛拢去困哦，拢去困，拢去困。然后哎、欸，对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把这个衣架卖掉了哦，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就直接买烘干机，我发现用这个也蛮浪费时间的，因为你还要等它干什么，卖掉。OK， 那我们直接买那种双层的，双层的，我们直接买黑的了，买黑的。OK， 哦，床也要变哦，对哦，但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们可能要想办法把那个空间再挪用一下下哈、哦，我们把这边隔起来啊、哦，把这间隔起来，再把它拉过来就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然后这边再把它拉出去，可能要盖三楼了，下次再盖好，因为盖房子会蛮耗时间的。他们好像都很不开心哦，再不带他出去不行了。我觉得他这么胖哦，也可以带他出去吃去走走了。好吧，是应该要盖了，应该要盖了，不然他们真的没办法。妈妈呢？现在心情还 OK 啊？我对了，我们还要再多买一个篮子哦，因为我发现我们那个这个篮子一个不太够装哦，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再买放一个篮子，这样子两个才不会到时候丢的外面都是哦。啊，因为这边有那个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有这个了，要把它放这里好了，好吧？然后这个玩具箱也把它拿在这里放 ，OK， 然后这一个就可以。把它摆过来了。我们现在只有1300块，但可以买这个。我们之前好像是用这种二手的，所以比较不好。健身器材，我觉得用游泳其实蛮不错。这个好了，好吧，刚刚好哎、欸，太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回来，我们帮他换一下衣服好了，好吧，换一下发型，换一下衣服，快点变个漂亮的 girl。都好香。好了，就这个了。OK， 让它利落一点，让它比较有那种像要当兽医的感。好，就这样，然后剩最后一个哦。OK 啦。就这样，然后那最后呢，他这边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刚盖了健身那个水疗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让爸爸跟妈妈他们两个去吧。今天本来说要盖火箭，都还没盖到啊，洗衣篮又忘记了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再买。噔噔噔噔，耶！各位，新的 DLC， 我们来看看水疗中心可以干嘛？按摩师哎、欸，哇，有按摩师哎、欸，真的呢，做按摩哎、欸，哇，妈妈换这个了，妈妈换这个了哦。
妈妈管很不一样，爸爸已经受不了，现在按摩。好了，那妈妈来按摩好了，爸爸也按摩，现在这样子。OK， 各位来看一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这个做按摩的部分。然后这个是谁？哦，这个是全身的呢，哇，这个有全身的啦。我们先看看脚部按摩是怎样，痛痛痛。小孩，哦，痛痛痛痛痛。哦，舒服舒服。哎，我们按完脚，我们来按这个看看，好不好？爸爸给女生按，我可以做很多种，哎，做那种最贵的，做运动按摩、芳香疗法，还有芳香疗法，哦，还可以选按摩师呢，选一个最漂亮的罗淑君。好，然后妈妈呢，让她选看看有没有帅的，妈妈来也来，妈妈做这种提高生育率的按摩啊，我还有这种东西哦，深层组织按摩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只有女的，没有男的，好吧？那给胡嘉玲，就这样，没有要怀孕了，再怀孕不行了。水疗，我们下次再来体验好了。我们还没有时间去用啊。这边应该可以做水疗的。这边有没有泥巴浴？泥巴浴有点像是在做那种温泉哦，泥巴温泉之类的。这个是运动按摩，所以应该会比较激烈一点点。谢谢喜力。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深层按摩。哦，哇塞！再怀孕就破产，真的。反正这个离我们家这么近，走过来就可以按摩了，对不对？送的感觉，哎，早上整个乌青的哦，哦哦哦，还蛮舒服的哦，感觉。这个应该按一按，它是增加这个，我看一下爸爸是增加什么，哦，没有什么特别增加，反正都会降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舒服，哦，一节就这样过去了。一节，妈妈来泡这个泥巴浴，泥巴浴这个养颜又美容啊，皮肤会很嫩 Q 嫩 Q。那爸爸呢来泡这个放松肌肉的，哦，它好多种，还有牛奶蜜蜂，哎，欸，怎么没换呢，啊？哈，不是要换吗？啊，怎么没有换？啊，有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哦，哦，它真的哇，还用小黄瓜啊！今天呢就在这个舒服的泡浴的过程中。结束了这一个礼拜的美食频，好不好？感谢收看啦！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、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最终我看到台，拜拜。